这如今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养上几只小宠物，宠物猫、宠物狗、宠物猪的。不过选择养狗的家庭更在多数，因为狗狗忠诚并且通人性听话，能够看家护主，还能防火防盗。而在长时间的饲养下来，狗狗也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我们的家人和挚友，他们的喜好和特性都摸得一清二楚。那阿星就要问问各位铲屎官们了，你家的狗朋友是怎样喝水的呢？我想大多数人都会理直气壮地说，当然是用舌头舔着喝的咯。可事实上他们真的是这样喝的吗？一外国小伙就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，狗狗们并不是真的用舌头舔水喝的。那狗狗们到底是怎样喝水的呢？外国小伙就特意做了一项测试，小伙事先故意让狗狗玩累了，然后再给已经很渴的狗狗一盆水，紧接着用镜头记录下来。在100倍慢镜头的回放下，我们可以看到狗狗喝水时先是将舌头伸进水里，然后开始将舌头卷成一个反向勺子状，弯曲的舌头内部积攒了一些水，然后再快速地送到嘴巴里。其实人们之所以会误会狗狗舔水喝，是因为平时它们喝水速度很快，因此很难让人们发现这个特性。不过要是仔细观察的话，还是能够看出来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猫咪们又是怎样喝水的呢？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由星球音乐剪辑配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